会跟我说，托托呢，今天是第一天上班，从今天开始他就会是宠物大联盟粉丝团的小编，所以托托今天第一天上班呢，我身负重任，听说你以后都要跟我一起录影了，对不对？完蛋了，地位不保。大联盟一姐地位不保了，即将变成托托，托托你要当一哥了，是不是？其实人家说，平常不要让猫咪自己玩逗猫棒，要让它习惯说有主人在才有东西玩这种概念。所以其实这样一直让它玩，它好像很开心，但是在长时间的相处跟教育来说是不好的。不行，我要跟你玩。我要逃走了。滑倒，滑倒。其实玩逗猫棒还有一个要注意的，就是大家玩逗猫棒都以为就是一直不让猫咪抓到就好了，有没有？像它过来的时候就跑掉，就跑掉。可是猫咪它们的本能是狩猎，所以要让它在玩一玩的时候，你看现在在逗它，我是猎物，我是猎物，我要逃跑喽。我要逃跑喽！哇哦，回来！哇哦，我逃跑，我逃跑，然后还要被抓住，我被抓住，我被抓住了，然后挣扎，像真实的猎物一样。我现在挣扎，我死掉了。这对猫咪来说，这是一个完整的狩猎的过程，所以在玩逗猫棒千万不能一直不让它抓到，这样子长时间下来也会让猫咪没有自信，然后之后就不想跟你玩了。是不是小托托？回来，带啾啾，来，带啾啾，好这，有这么难？我不相信，我可以的 ，I can do it。带啾啾好帅哦，是不是一直觉得身上有东西？干嘛撞墙？干嘛？那边没有东西啊，托托，东西是绑在你身上的。托托有东西吗？东西在哪里？奇怪，你这样，跌倒了。奇怪，你这样，跌倒了。你这样很好看。小编，小编形象哦。很想弄掉，很想弄掉。一开始都会这样。如果想要让猫咪习惯戴项圈或是牵绳的话，也是要慢慢让它们适应。托托，托托在看，托托在看，托托啊！托托，哎，转弯呐！对啊，对啊，转弯，转弯，转弯。老鼠来了，托托，老鼠来了，托托下面，托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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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像想要攻击他，你是不是要偷偷来？因为我没看到啊。老鼠逃走了，老鼠要走了。偷偷跟踪人家，嗨，偷偷你就伸手啊，干嘛装没事去喝水啊？刚刚喝你不喝，现在故意假喝，装没事。偷偷，你明明就很想玩，你干嘛假装？偷偷，我有老鼠哦。托托吓跑了，快点，托托，你要抓住空隙啊，托托。怎么会？你怎么会对他没有什么兴趣？我超想带回去给乌米玩的。没事哦，后面什么都没有哦。
没有东西哦，后面什么都没有。吓跑，图图吓跑了。我说惹火小编，惹怒小编，图图对不起。多多啊，多多你在哪里？多多我们和好，多多，多多对不起。多多，多多来，多多来。哎，已经忘记这件事。多多对不起。阿多阿多阿多对不起对不起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来来来来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好，都是我不好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原谅我了吗，托托？托托有原谅我了吗？有吗？嗯？有怎样？对不起啦。哎，我很诚挚来道歉的，你什么脸？托托。